号称言论自由的脸书又干出了一件奇葩的事情。5月9日是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当天居住在莫斯科的业余着色师奥尔加·舍尔尼娜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红军攻克柏林的照片，她还原了苏联国旗的颜色。舍尔尼娜却发现，由于在脸书上发布这张照片，自己的账号被违反社区规定封禁了3天，照片也被删除。自由的国度容不下一面镰刀锤子旗，自由的国度不能讲出历史真相，真是可笑。柏林不是红军解放的，难道还是你们美国大兵坐着谢尔曼坦克发着巧克力解放的？欺负苏联死了，欺负死了的苏联不会说话。哪怕苏联当年付出了千万人的牺牲，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守护了人类的文明，但是输掉了冷战，就输掉了一切。国家被解体，财富被掠夺，人才被拐走，历史被颠覆，过去的一切荣光被抢走，就连自己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先辈是多么伟大。我们要警惕，如果输掉的是我们，我们结局不会更好。法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你认为哪个国家在1945年击败德国的战争中贡献最大？下面分别是1945年、1994年、2004年的调查结果。1945年，英国 12%， 美国 20%， 苏联 57%。1994年，英国 16%， 美国 49%， 苏联 25%。2004年，英国 16%， 美国 58%， 苏联 20%。你看，这就是西方舆论洗脑的力量，人们会慢慢忘记历史的真相。如今，只有我们为苏联说话了。如果将来我们输了，谁为我们说话？国内的美吹们前几年也是丧心病狂，说二战美国出役最多，援助苏联诺曼底登陆，可是他们从来不说战前美国是怎么给纳粹输血的。援助苏联也是等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争胜利之后，诺曼底登陆才拖拖拉拉。苏联红军早已横扫纳粹，解放全欧洲了，美军打仗是什么水平，阿登森林早已证明。这群老爷战场上的本事一般，胜利的前夕摘桃子的本事天下第一。苏德战争中，苏联红军消灭了320万德军，而英美加起来也不过消灭了70多万德军。苏联牺牲最大，贡献最大，对抗的是德国主力，创造了转折点，还给了纳粹致命一击。苏联不是最大的功臣，难道是美国？几十年来，战无不胜的不是美军和美元，而是美国的嘴，是他们的好莱坞电影，是他们的美漫超级英雄。别说人类文明了，宇宙都是复仇者联盟拯救的。在他们嘴里，德国法西斯是他们消灭的，世界和平是他们守护的。5月8日，美国白宫的推特账号也在5月8日发表纪念二战胜利，却闭口不提苏联的贡献。1945年5月8日，美国与英国赢得了对纳粹德国的胜利，美国精神永远会胜利。到最后就是这么回事儿。当然，更无耻的事情他们也干过。今年1月底，美国驻丹麦大使馆就一度公然宣称是美军士兵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时就有人指出，美国数十年来都想抹去这段历史，虚伪地将自己描绘成英雄。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念一首曲子，叫做《夕阳外，古道边，芳草天》。贪天之功是一种病，美国已经病入膏肓了。他们越是缺什么，就越是显摆什么；越是怕什么，就越是遮掩什么。删照片、封禁账号不能证明美帝牛逼，只能证明他们在发抖，他们在掩耳盗铃。他们不敢让任何红色的东西出现在他们的网络上，他们不敢让镰刀锤子为他们的民众所知，他们甚至不敢庆祝发源于美国工人运动的五一劳动节。他们在到处抹杀共产主义存在过的痕迹。他们当代的民众甚至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苏联又是什么。他们害怕红色，他们害怕镰刀锤子所代表的力量，这很正常。资本家害怕工农武装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但真相是杀不死的，有良心的人都记得是谁战胜了纳粹，就连当年远在东方的人民都知道庆祝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人类文明不会忘记那个红色的国家，不会忘记苏联这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词汇，更不会忘记那千千万万个为了消灭法西斯、守护人类文明、摧毁帝国主义堡垒而奋勇杀敌的红军战士。苏联虽然不在了，但莫斯科列宁墓前依旧摆满了鲜花，无名烈士碑前依旧烈火长燃，德国柏林的红军解放雕像依旧屹立，镰刀锤子的红旗依然在东方一个古老的国家遍地飘扬，任何一个社区、任何一个边远农村的党支部都挂着它。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已经死了，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们曾经对人类文明的守护，不会忘记他们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人们不会忘记红色代表的意义，更不会忘记镰刀锤子象征着什么。在今天，年轻人都会上卡秋莎《红军最强大》，B 站弹幕都会刷《英德纳雄戴尔一定要实现》。在东方，年轻一代默默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信仰，追求着平等，相信着世界大同终将实现。说什么星条旗永不落，我告诉你什么是赤旗的世界。别怕，他们会回来的，我们都会回来。